是个压强症，不吃点东西啊，不会聊天。啊，不算工伤啊，不是的。远方姐来了，哎呦妈呀，妈呀！这两天还穿的这衣服。远方姐来了，远方姐姐，你还吃啥？螺丝，我觉得好吃。真的木瓜蛮好吃啊。来，我也再吃一口。这不是芒果吗？哦，芒果，啊，这芒果，芒果吧，这是酸野芒果。好的，要不再拿一波？啊啊，好解腻啊，就这个好解腻啊，芒果酸野玉林的芒果酸，这不是水煮，这是酸的生芒果。干嘛？太酸了。有那么酸啊？好酸。好酸，但是好爽。我在玉林，广西玉林。我从8:30吃到现在。我要盐味啦，那个吧，行行行，哎，我看到哦，您的车位哈是多少？我看到了，看到了，马上要，您的等，您的等，您稍微等一下，您稍微等一下，老板在这边，好的，辛苦，好好。加了辣椒盐了，然后吃螺蛳粉，吃了牛腩粉，吃了牛扒粉，还吃了云吞，还吃了排骨，吃的我肚子不行了，家人们。还有酸野，太多好吃的了。我一真的没吃啊，我都会吧。你看要不要放短吃还是短？我就吃不了。嗯，好。我怕晚上面。再好撑啊，我也是，我们撑的不行了。我觉得晚上那顿饭吃太多了，我现在就是每样只能尝一尝味道，就是每一样尝尝味道啦。我们点一份东西，然后几个人一起吃，也不浪费，也可以吃很多不同的。广西有什么好吃的？最主要是粉啊，广西就是吃粉。就是在这里啊，录制节目，明天从8:00要拍到晚上12:00。鸭掌，你刚刚吃了螺蛳粉里面加炸弹，我不长胖。我不长胖，我吃完这个鸭掌就走。刚刚那个水果好想买哦，就在那边，要师傅要过去吗？好不好？买点水果啊。好。
但是明天你这晚上可以吃啊。可以啊，可以放的，天气不热。你就是这样。你从哪边来的？我们从那里来的呀。那边来的。啊啊啊 ！OK。不在西兴路，在玉林。玉林。等会儿我坐前面吧。为啥？不是买水果吗？我就吃过啊。不要，不买，吃不下了，吃不下了，不买了。明天你派出去，我溜达一下，买点。嗯。说这餐十斤起步。什么？说吃什么吃的？这餐十斤起步。十斤呐、啊！家人们，这不是鸡脚，这是鸭脚。我今天吃的全是那种路边摊，路边摊，我杀了两万人，家人们，顶到两万人去，顶到两万人，我看看多少人马上饿了，让我馋你们，让我馋你们，谁饿了？啊？两万了，我到广西玉林来了。14、15号到杭州西溪龙湖天街，但是我看到天气预报呢，14、15号会下雨，我不知道怎么办，看看老天保不保佑我不要下雨，老天保佑我不要下雨。什么时候来杭州？14号、15号。你饿啊？谢谢开心啊，这个不要。不是，他我回去吧。没事。我们以前小大学的时候，吃一就要路边嗦一碗粉，一定要喝一碗，不能嗦，一定要喝一杯豆浆，一定要喝一杯豆浆。一定要喝一杯豆浆。感觉回到了大学时候，回到大学时代，而且可以改天不下雨。不行啊，已经决定了这一天了，而且我们一定要去喝这个糖水铺，糖水铺里面有，什么绿豆海带啊、清补凉啊、银耳啊、红豆沙、绿豆沙，那种糖水铺是我们最喜欢去的。欢迎。玲玲姐还是玲玲哥啊？欢迎281的宝宝。商场外呀、啊，怎么在商场里面直播咯？肯定在商场外面不？这不是豆浆，是豆奶。马甲线又没了，没事。感谢三妮。谢谢开心。刚刚谁说我穿得像劳改犯呢？他们说我穿得像劳改犯。你搞外面这个。这个哪里像啊？这个多休闲呐、啊，什么眼光？谢谢三妮，看你那熊样。今晚开大号不开，明天也不开，后天也不开，14、15号开。啊、哦，这个场景蛮上人的，衣服好看，那两个宝宝，呦呦呦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跳一个小时是吧？欢迎梦哥，哟呼，哟呼！谢谢我们小白牙家的玲玲，感谢。谢谢，哎呀，你还送人气票呢？你们下要上30000人了，让我跳个舞上30000人好吗？你说我每天要为什么我天天要说人气呢？我能不能把我自己打死？我在这里聊天，我为什么要人气？对我就是要，我要上30000人。现在直播间2.8万人，
我们上个三万人，我跳个舞给你们看。我在路边跳，他们在里面吃螺蛳粉看我。他们在里面吃螺蛳粉，螺蛳粉，然后我就跳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不敢唱歌吗？唱山，哥，我要真的发疯了，发疯。天天人气人气，我是依赖人气活下去的主播，你知道吗？没有人气，我就像没有空气，没有氧气就要死了，是不是啊？我就是依赖人气啊，没有人气我就死了。谢甜甜姐，唱山歌。对，他们这边现在是3月3，每家呢都会唱山歌，就路边上的人，你买东西。今天我在那买那个酸野，他说，我说你会唱山歌吗？他说会，来哼了两句。那酒吧外面都是会对山歌送6瓶酒。在玉林哪里？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啊，好不好听啊，家人们，我唱的好不好听啊？我唱的好不好听啊？你出来，我跟你对，你来呀！咱们和你对一个。第一次来浙江户外，少来了！你这个人一看就不是老粉。我2年前我就在杭州户外过，谢谢焦河哥，你不记得，没感情。去你！好听得很呢，好听极了，还没感情，你要什么感情啊？每次他们说没感情的时候，我就想，我唱嗨歌的时候，你想让我怎么有感情？伤嗨歌，你让我唱出伤感歌的感觉吗？啊，唱民歌你要啥感情？你告诉我啥感情啊？唱民歌咱就嗓子好就行了，不需要感情。谁在杭州等我？风里雨里，是不是都在杭州户外等我？如果下雨的话，你们会不会离开我？我下雨，我也在雨里直播。我下雨在雨里直播，你们会等我吗？你们会陪我吗？会吗？你们为什么三个都看着我？谢谢我新哥。你看我这个样子，他们以为我喝了8+1。明天，谢谢我小草宝，我家20级大哥大姐全来看我了。我家20级的全来了，20级还有谁没来？打屁股。明天我要7点钟起床，我一直拍到晚上12点，给我加油，家人们。你在广州等我。就像在大围山一样。谢谢杭瑞，我去打电话叫城管了，你快点叫，快叫，你快叫。你不是唐毅，是远方姐姐。对，哎，在这里唱，在这里唱山歌，感觉好有感觉哦。哦，在广西唱山歌好有意思哦，是不是？我们走了。我好困呐。是的，车就在那。酒，家人们，你喝了几瓶了？我没有喝，我没喝，我喝什么？明天我7点钟起床，我喝酒干嘛？14、15号现场看我，唱山歌。那边河，哦，那。
两支烟呢。我现在回酒店了，家人们，我要回酒店了，回酒店了。我来自己来吧，我自己来吧，绝对喝了五瓶以上。我跟你说，我喝了五瓶以上，我现在已经倒到地上起不来了，还五瓶以上，还五瓶以上，我像喝了八加一的人吗？哎，这灯怎么打开？这灯怎么打开呀、啊？是吗？这灯刚刚怎么打开的？等一下。OK， 可以了。在玉林哦，在玉林哦。晚上好，老板，我去杭州等你。好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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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可以了，哎，好看啊！你们看我像喝了吗？没喝吧？老板名叫杨硕，我还没有去过杨硕呢。我今天吃了什么？我吃了这边的大云吞，吃了这个也打灯了啊！大云，把声音关。吃了大云吞，吃了牛腩粉，还吃了什么我忘记了，螺蛳粉、酸野，还有炸的，吃了一肚子都是东西。我现在你知道吧，每天在外面不累吗？我其实挺累的，我说句实话。你看看这段时间我啥时候休息过？我这个星期都没有休息，我感觉啊，对，这个星期我都没有休息，我连轴转，我现在已经累的，我已经刚刚逛走的时候我就差点眼睛睁不开了，但是我好像又停不下来。刚刚碰到路上碰到了两位粉丝，碰到两个粉丝认识我，然后就他说，我就问他哪里可以吃螺蛳粉，他们俩就带我来这里吃螺蛳粉。吃完螺蛳粉以后，我就问他们，你们平时都干嘛？他们说我们白天工作晚上玩，白天赚钱晚上玩。他们就是那种不存钱，反正就每天就是玩花钱啊，有空放假就出去玩旅游，啊，没事儿，平时就是不是烧烤，就是打麻将，就是喝八加一，就是聊天出来玩。我在想这种生活怎么感觉离我好遥远？这种生活我感觉已经我十年都没有这种生活了，感觉，瞬间把我们的工作人员都惊呆了，就觉得啊，原来这才是生活，大家都觉得自己过的是什么？你们快辞职吧！你们快辞职吧！哎呀，为什么关美颜？美颜就是好看的，为什么关呢？你真的说这话啥意思啊？美颜开了，这研究出来、研发出来就是让人用的，你关了干嘛呢？关了美颜啊！现在都是这样子的，对，无忧无虑的生活真好。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下来。每天除了人气就是人气，每天不是上十万人，不是掉人呐、啊，这样的话已经喊了五年了，喊了快五年了，唉，但是我还是很幸运，就是家人们也一直没有离开我，也不怪我，我天天人气人气的喊。虽然他们内心是抗拒的，但是他们还是不离开我，他们还是在直播间陪着我，忍受着我每天喊人气。不是录屏，我现在是直播，气人呐！我牙齿上是那个啥，我牙齿上是枯牙。谢谢一往情深啊，感谢啊。我在二排，你这真的是放下执念就是自由，停不下来，停不下来。但是我相信有一天我会放下这些东西，但是现在还放不下，现在放不下。
钱挣够了可以休息了，我的天哪，就说这话。主要是你的舞台感染力强，谢谢大家认可，感谢浅笑。你怎么了？你在那叹气啊？你是不是想说我要自由，你也要辞职去远方啊？只要没人气的时候不哭就好了。你看我这几天，你看我哭了吗？我这几天的流量可以说是这几年来最低的流量，我哭了吗？我没哭吧，家人们，我这几天状态很好吧，是不是？你们得看到我进步啊，以前掉到10万人就哭啊，现在习惯了，因为哭了也没用，哭也没用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吧？这几天是不是好棒？我这几天那个天天这个推流都没有，推流都没有。是谁给我送加油呀？晚上准备回去哭不哭？我现在没有那么容易哭。你们也知道，我一般哭都是感动哭，我不会那个啥。我如果在你们面前掉眼泪，我一定不是难过哭。撒娇，撒娇有什么呀？撒娇有什么用啊？谢谢好听哥，撒娇有什么用啊？人家撒娇又有一帮杠精要跟我说了，哎呀，这个年纪撒娇真奇怪，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撒娇是难道只有年轻人才专属吗？对不对啊？啊，那80岁不可以撒娇吗？像我外婆现在经常跟我撒娇，我觉得挺可爱的。我外婆80岁有时候撒娇的时候，开灯好好看。我外婆有时候80岁跟我撒娇，我不，我外婆说，我觉得好可爱。杠精又要说了，年纪那么大了还撒娇，怎么不能撒娇？是不是？老板嘟嘴吧，不可以，不嘟，不嘟。谢谢新年，谢谢休闲。你这些歌都是我以前听的歌，他的歌我都会唱。50岁可以撒娇对吧？50岁可以撒娇吧？嗯，不要再说了啊，不要跟我杠啊，好吧？你试试撒娇一个，你们想吐算了吧。什么时候去杭州？14、15号去杭州。老人撒娇哦，你最好别老啊。忧伤，这去哪里？我去酒店了。我去酒店家门啊，没有开美颜，开了，不开美颜哪那么好看？这是你还不能呢？怎么这么高这些个？好了，家人们，嘴巴嘟的好高。在杭州等我，好，杭州见啊，家人们啊！我就想上来跟你们聊两句啊，怕你们想我，上来聊两句，我就早点休息了，明天早点起床了啊，好吧？哎，这里回去这么远？堵车，堵车！刚刚我还提起了那个摩托车，好开心！骑了电动车，好开心！今年3月3，我已经到广西了呀，我在广西玉林呢。今天这么唱，录节目什么时候看到？希望5月份以后才能看到了。星光，看不到糖宝睡不着，来了，我来了，我马上到家，到了酒店我就不聊了。
浙江丽水还没有接到这个。嗯，你还有前奏？当然会了。我发现在车上播好晕。我最不喜欢就是在车上直播，我自己看了我自己都晕了，我不看了，不看了。去杭州户外不要门票，在商场外面要什么门票？什么时候喝我的喜酒？你给我介绍一个吧。啊？我今天在外面，在玉林的街上，已经逛了一个晚上了，我的腿都走断了，要，头都快走断了。是啊，我在玉林。嗯。叮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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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。广西好多美食，今天我就吃了好多种美食，实在吃不下，没办法了，吃不完了，太多了，下次再来吃了，明天后天没有空吃了。长得好像我女儿，但是有亲切感，是不是？老板是不是谈恋爱了？我发现你们这帮人真的行，我谈，我天天谈恋爱，我天天，谢谢飘逸，我天天跟我自己唱的歌谈恋爱，我唱什么情歌，我就跟情歌谈恋爱，我唱失恋的歌，我就失恋了，我唱感情那个甜蜜的歌就谈恋爱了，大酒店喽。辛苦了，师傅，拜拜，明天见啊，师傅啊，师傅，明天见啊，师傅啊。哦，这个充电宝吧，没东西了吧？哒哩滴滴哒滴哒滴。我已经下了，我要睡觉了，晚安，家人们，嗯。我困了，今天我坐了一天的车，我困了。唐毅儿子也不要了，你发现你这些人真的，你就是你自己，是不是你自己带孩子，天天带孩子，你带的，你看到我，你羡慕嫉妒恨呐、啊？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？我就问你，啊，你是不是羡慕嫉妒恨？司机带了呀，在旁边呀。带了呀，不用打灯了，现在就这样吧。充电器都要送到你房里吧。好，就充电宝还是充电器啊？充电器送到房里。好。羡慕嫉妒恨，真的是。孩子的教育不一定是陪伴，有时候有效的陪伴，或者你给他足够的爱，可能比你天天陪着他好，知道不？知道不？你天天陪着你，天天跟管着他骂他，有啥用啊？没有黑眼圈，你看。去房间看看有没有别人，好，带你们去看啊！里面好多人，真的是无语，真的是，还看看有没有人，真的是无语。陪我卸妆。在我屁股上，去吗你们？我陪你去开个门吧，你先去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几点钟化妆啊？七点半。那我还要那个啥，今天晚上回去洗头。